胃口都受到了影响。现在我介绍一种我每天都喝的乌梅山楂茶，成分主要是20克的乌梅，大约20克的山楂，3片甘草，然后你可以加一片陈皮，或者可以放一些菊花，或者是洛神花也可以，有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少许的金银花。这种茶呢，它可以放在水里煮沸了，然后就是当茶喝，或者呢是放在茶壶里面用滚水泡着，就可以慢慢喝。